嗨，我是 Shopping。今天要更细节的去介绍思的练习该怎么去体会，怎么去练。那主要是因为有些学生我教了当面之后，他们回去想要知道更多细节，他们回家才有办法知道怎么练习。那这个东西是这样子，你在找送气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暂时都请用横膈膜的弹跳，或者是主动收肚子，来帮助你达到空气出来的力道，不来自于喉头，不来自于嘴巴紧缩。呵呵呵呵呵呵，而不是呼呼呼呼，就会变成嘴巴紧缩。所以，当你会用呵呵呵呵呵呵呵开始去做猴子叫，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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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，而不是呼呼呼呼呼呼，它就一直动喉头，只能动空气，音高不管它，基本上就是假音。不管你原本有没有紧缩，但再就说，当你会这个东西之后，你会发现音高好像一直在你的后脑勺这条路线上面跑。你越高音，它好像跑得越高。那再来这东西，你可以去尝试看看，让它去做滑音，跟嘴巴一点关系都不要有，你才有办法去做，才会叫猴子叫嘛。那这条路线你找好之后，再来就要去做嘶。那嘶的时候要小心一个陷阱，叫做你推空气的时候不要推到嘴巴，像这样嘶，或者是没有声音的时候嘶，会推不动。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嘶，很轻松嘛，然后动肚子嘶，或者是压身体好像你今天突然拉单杠，把身体拉上来，但是身体是压下去，让空气喷出来，然后就可以说有声音就好。那你真音域会锁喉的人，请你先从假音开始，让他故意在高音的时候啊，空气出来变多，闭合变弱，而不是不要去动嘴巴，你只能是维持松松的，然后加速空气。加速空气只来自于身体，嘶，可以吗？然后这时候慢慢的说，嘶的感觉有了，去做真音，嘶嘶啊，卡住了，嘶嘶嘶，不要控制音高，然后再慢慢的控制音高，怎么控制呢？控制音高，请你回去找猴子叫，嘶嘶嘶嘶嘶嘶之后带音高，嘶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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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他很像在做两个任务，一个任务是身体动，一个任务是哼哼哼哼哼，音高声音走这里，杂音走这里，要走两条路线。所以前面这东西你怎么喷，音高不干他的事情，然后再把它分开做。然后这个是，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是一种，是又是另外一种，是会压的喉头比较低，位置比较低，发声位置好像比较低一点点，可是基本上音高还是在这里的感觉。只是你的发前面这个杂音是来自于是，还可以压更低，是，但是音高还是在后面。是。可以吗？然后就可以慢慢去带入歌词，像最近我觉得很难唱，就是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最高音。如果我用最原本的假音的高喉头的，因为爱很重，它就是嘶。对，那你要去做到基本的高喉头顺的话，还是都是假音，但它会变像这样子。还记得吗？很重，但它就是这个位置啊，嘶。所以再来怎么办？嘶，真音的位置，嘶嘶，音高是嘶，它才有机会。因为爱很重，那如果觉得不够，再压更低，嘶，这么低够低了吧？可是音高还是在上面，因为爱很重。因为爱很重，你却不想动，只往反方向走。所以压喉头跟音高不要掺在一起，不要把音高压在喉头里面。因为
它会夹不出任何东西，所以这里就是空气狂喷，不重要，但是上面音高在这里，它就可以做出一个类似很空旷或者是比较不假的假音。很重，或是沙哑，因为爱很重，嘴巴是因为爱很重，音高在这里，因为爱很重，他才有机会把音高跟咬字跟送气位置慢慢独立分开来。那这个有点进阶，你们要去自己体会一下，先做到猴子叫。猴子叫各种猴子，跟低喉头位置的，而不是呼呼呼呼呼呼，不是这个哦，然后在嘴巴乱动，换到嘶，那你要做四四四怎么办？一样，音高在后面，四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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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爱很重，它是不一样的意思。好吗？所以这个练习蛮有用的，可是需要花一点时间体会。我大概花了这个影片，我当时学嘶这个音的练习的时候，我听 VBS 的影片，我听听觉得真的有用吗？然后我隔了两年，重新回去看一下这个影片，我才觉得原来嘶这么好用。所以你要从现在开始每天练习，到底嘶是什么？嘶发出声音，可是加速空气，但是它是空气是空气。声音是声音的感觉，十日日日，而不是十日十日十日都不重要，十日日日十日日日日，记得吗？有只猴子在里面，就这样子，加油，拜拜。